王明朝王，王明朝王。我们接着来看瑞祥女的十大愿望。乐谷学院十大愿望，第一人呢谈到了尽诸法，尽法界、虚空界，法界的每一位众生，我们都要礼敬。这个礼敬是不轻视任何一位众生。对每一个，就是我们要谈我们对每个众生，我们要起尊重。所以这谈到了要深信信己，深心。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，我们常最简单的孝顺父母，我们都常常说孝顺父母，孝顺很重要。啊，然后咱爱又要行动了，孝顺父母，尊重师长，我们都觉得本来就应该做的，最为简单。可是真正做得到的又有几难？这个孝顺不只是说给他吃得饱，给他住得好，就从佛教的佛法的角度来谈，不鼓励。不鼓励，不背叛，卖敢摸脸，摸脸有盖子这么紧紧，我们遇到很多的情况。假如自己不学乖，不学好，也许就让我们父母亲师长的怎么样跨心的。你让他跨心的，就从法的一个。信解义来谈，就没有真正的孝顺。只有从解脱义来谈，我们常常念的三皈依，自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者，皈依叫顺从依靠。我们会不会顺从于佛法？还是我们当境界来了，我们所顺从的是我们自己的想法。所以这个身心信解有一个例子，有一句话都要把它记住：你是用你所喜欢、你所习惯的方式去关怀众生，还是你用众生所需要的去关怀众生？这两种不同层次的。一种是你用你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关怀众生，你习惯的方式。你所习惯的方式不代表是能利益众生，也许是你的执着，也许是你的妄想。若我们用于众生所需要的方式，比如说夏天天气热，没有雨水，树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雨水啊，你要给它水啊。但是你要给阿水，你拢阿咸水啊！要用他所需要的方式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要身心信解，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尽虚空、尽法界、遍虚空界。我们对佛的恭敬，我相信不会怀疑的。像我们看到佛菩萨的圣像，我们都自然的恭敬合掌。但我们看到一般的众生，你是否依然能够恭敬？恭敬不是只是对他的恭敬，你不会去轻视他。我早上才讲了一个故事给我们的信众听。我的剃度老和尚，剃度恩师呢？我们回应师父，我们回应师父，一岁还就医了，可以说是一个头脑极为简单的孩子。我常举他的例子啊，来勉励我自己啊，不要去轻视掉那个人。他叫扎吉。很多老和尚，李龙云师，
就跟我的师父这个慧师父说，拿钱让他去买一只鸡油油条，买一条就好，你油条你咱两个夹做伙嘛，那就去投油条，就跟那个头家说，俺师父叫我来买油条，买一条就好，那当头家就只能给一条，俺师父叫我一条去买一半嘛。买一支就买，袂使贪心。师父交代讲，买一支就只买一支，佮一包白银啊。就是讲，师父，油条有哪里买倒啊？啊，一支哪会剩一半？啊，这毋是一支嘛？哦，一，伊肯定叫我买一半银啊。当下被这个行政老和尚羞辱。在修理的当下，老和尚啊，那这个叔公啊，先生老和尚啊，他自己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囡仔就这憨笨，甲狗都甲咬死我唔得，只是打他没有教他是我的错。他每天开始教他，教他诵念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每天念观世音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或者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或者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全名，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就这样，每天起来都拜十九拜，乃至四十九拜。拜完之后呢，诵《法华经》。那时候老和尚不理呀，那没数不理呀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念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拜。一个字念念一次拜一下，念一次拜一下，他把整部法子全部拜好了。拜下来不也刚经啊？第一部经就是讲《法华经》。那后来还会，放印口法会，哇，敲打唱念样样精通。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极为低能的孩子，也会因为称赞诸佛菩萨的功德而让他们豁然开朗，这是真人真事。这不只是我这么说，我也常听到我们的教界的长老谈到这一件事情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教界接触过他的人啊都知道，包括莲宗长老、寂静长老都谈及这件事情。伊讲恁咧想，哎，嘛啥物种人啊？人家问讲，三色排第几，敢讲排第五个啊？三色排第五个啊？他连一加一等于二都不要死的人啊！他可以因为恭敬佛号、拜佛而开悟。我们所谓的开悟，是他至少让我们感觉到他跟他当时的那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。还会讲法。那有人就问过慧云师父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对佛法不贪欢喜，师父叫你拜你就拜，恭敬忏悔业障，如业障若消啊，地狱就来啊。伊讲伊当时细汉的，伊念佛地狱就是业障大，他曾经被人家轻笑，笑到伊跳淡水门啊。我那再无事，还无到讲这个事。他真的挺好的，很熟悉的。很多的境界考验着他，他就觉得开下盘盘了，他一旦加盘盘。但是高贵啊，因为他的身心性急转变。因此，在礼敬诸佛当下，当你就是你要先尊敬礼敬，你当下珍惜你自己本质具足的清净心。看见众生就清净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心，要深信信解，深信信解。你会不会？你认为这一句“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”有功德吗？
要让我们起深信不疑的心，容不容易？你无境界的时阵，你拢感觉很容易的；当你有境界来时阵，你会觉得可能吗？再举个例子，有一位弟子，他平常对佛法每天都礼拜观世音菩萨，他本来身上 也都没有带什么样的一个玉佩啊。有一天他外出，方丈的时候就把那个弟子找来，说你要外出啊。那当时外出有很多的境界，然后上面就从他的抽屉里面拿了一块观世音菩萨的玉佩，让他带着，要他呢一路。整个的路程路途过程当中，一直称念观世音菩萨的身号，啊，他特别的交代他，不管看到什么人，不管男生女生，包括一切众生，不管是什么动物，都不能对他起嗔恨心。纵然是众生，包括看到毒蛇，都不能轻易去打他，要他起慈悲心。不要有伤害众生的心。众人一般我们看到蛇，哇，垂下的关键那个猫啊，啊，尾蛇也心照嘛。反正看到你不喜欢的众生啊，你也许会伤害他、攻击他。然后他就跟他弟子讲，整个的路程、路途过程当中，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众生，人也好，畜生道的众生也好，包括一切鬼神。除了鬼神村，除了鬼神村就是那你讲鬼啊、中鬼啊、龙阿波啊，都不能起厌恶心，都对他起恭敬，不能厌恶，很慈悲的就这样做。这弟子就听了师父的话，结果呢，他意外出的时候呢，哇，境界可多了啊、哦。男生女生大街小巷好多人，有人都看到这个出家人会取笑他，哈，剃根头过来，灰心过来啊，反正就讲一些言语要去讽刺他，去这个所谓的挑衅他。他就一直记住师父讲的话，不能起任何的厌恶之心，所以他都当作没当作一回事，心里就很平静。不管人家怎么取笑他、侮辱他、诽谤他，他的心是这么的平静。走过村庄，走入森林，看到大小动物，有些动物因为他走过鸟飞走了，有看到一些动物的时候呢，哎，他都不慌，心保持一个很平静。就在走到快傍晚的时候。突然，森林里面有人在打猎，猎猎枪啊！这猎枪啊，一失手，啪，刚好就从这个法师的身上这样射过来，啪！哇，他心里想，啊，这下是啊，瞎了，刚好射到观世音菩萨玉佩，那玉佩应该是很好的玉佩。只是玉破了，人没有受伤。他心里想：哎呀，好嘞，家仔，早上师傅送我这块玉佩，那文章那个心，那个字啊，多危险啊！就吉祥了，问心红花。你说这么巧，谁安排的？师傅安排的吗？被恩人嘛，无通啊，应该接亲哦。你叫人袂好势，都我怕死了，好嘛？那么的巧，他心里想：哎，这个玉佩救了他一命，不是这个玉佩而已。他回去就问了师父，那事情办完了就回去，把发生的过程也告诉了师父。他跟他师父讲：“师父啊，哦，那个玉佩救了我一命。”他的师父就把他找来，
摸摸他的头，哦，你啊，不是预备救了你，是你自己救了自己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是悲心。为什么他自己救了自己？是悲心，因为他对一切众生不起厌恶之心。你心中没有伤害他人的心，众生自然也伤害不了你。也许是当时有他的因缘果报，有业障现前，但是就伤害不了他，顶多预备破。所以那时候这个弟子啊，对佛法更加的深信不疑。所以刚刚跟各位谈，当我们在碰到顺境的时候，要我们念观世音菩萨，你念得出来；逆境的时候，你念得出来吗？你心能够依然这么平静吗？那个平静就是不散乱，就是平静。不然我们的心念啊，一下子想这样是想啊，常常被外界的境界啊、言语啊动摇了我们的修行。对，那就是身心不够。所以呢，在地狱当中啊，要我们礼敬诸佛啊，第一个就是要身心信解。如对目前啊，全部呢都以清净身体意，对这众生都是清净的身体意来供养。常修礼敬，这个常就是不间断的，常修就是不间断的来这样用身口意的清净来布施。但是咱若面对见解一难的时阵，咱希望让咱来压榨。也许我们言语会不好听，怎么办？多忏悔，就后面要谈。所以呢，我们呢要以这个身与意的来常修礼敬了，而且呢礼敬一一佛，一一佛所呢，我们都怎么皆现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哦，佛刹即为尘数身。不管多少众生，即为尘数，就是很多的，我们都怎么样？一一用身遍离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不可说就数不清的、数不尽的意思啊。我们呢，对这一切的佛刹的即为尘数佛呢，不管佛众生有多少，我们都不起厌恶之心，就是恭敬。其实。这真的是圣子菩萨才能办得到的。我们虽然现在是凡夫菩萨修行，但是我们呢向往之。记得有一年我到上海，这个上海滩，去的时候，有人都特别的交代，那有这个游民有乞丐来乞讨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给他钱啊！你给他钱，你又没完没了啊！那时候我刚。出家一段时间了，他第一次去到上海的时候，他当然偷几辆了，这里搞好了，给他去，我心里就这么想，我就跟那个导游讲，那我就给他就好啊，他说师傅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啊，我说为什么？没完没了，心里想，他好可怜，我还一个落到困难呢，那时候不知道。我心里是这么想，结果呢，同行者呢，有一位法师，他很可爱，哦，他就换了很多零钱。那这边呢，就有人来了，哇，等他等寄回来，我赔呀，为什么？师傅啊，给点钱啊！师傅就看倒了我一家，哎，好呀，记得我要赔呀，进来。哎呦，一棍啊！一台二三兆的，一盖来二三兆的，外兆的嘛。哎，照片他说师傅啊，哎呦，等于讲的真的，你唔看哎呀。我想啦，我怕我吼较气一个哦，本来伊咧爬都爬起来，阿爬一棍来。假如是凡夫修行，也许我们觉得还会观察别人，但是就圣者而已，圣者菩萨，也许他不觉得怎么样。
我们就是要这样改记啊。但是我们对他又不能起厌恶之心。那我要谈的是说，也许现实环境会有这种境界，但是我们不要去讨厌他，你不要去讨厌他。你也许没有办法当时真的慷慨解囊的布施金钱给他，但是你不要对他起嗔恨。恭喜他，伊若一下百千的谢，伊嘛有必要来跟他骗啦。有可能为不得已的苦衷，或者为不得已、不得已无法言喻的某个境界，也许，但你不要去验证。至少我们要做到这样。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排解很多问题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越南也是，跟我一层老人谈，我一次我给他尝试了一下，哎呀，真的就回来了。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到印度去朝圣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想到印度那个到佛陀的这个八大圣地啊，没有用物资，没有用金钱去对他们做布施，至少带个物资啊。所以我当时带了很多的笔啊、纸啊、书本啊、笔记本之类的，带了好几箱去。那些就没关系了哈，来啊，印度佬，这个家都不容易。我就送了一些笔啊，让他们去学习。哎，他们也很高兴的、啊，也很高兴。也许金钱的话，也许我们当时的因缘恐怕有他的障碍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恭敬他？礼敬，礼敬的当下是什么？尊重他的佛性是清净的。不要因为他外在展现出来是让我们觉得很没办法接受，但你不要因为他的当时的情况而否认了他的佛性是清净的。换言之，换句话说，刚刚举例的，像有些人也许一出生，可能他的福报智慧比较没这么的具足，那他有一天也会成为大和尚，我们不敢去轻视他。同样的道理。不因为他外在所现是这种情况，你就否认了他的佛性，所以涅槃经才谈一禅提众生依然能成佛道。何以一禅提能成佛道？一禅提是断三根，但并没有断的佛性。所以当我们要礼敬诸佛的当下，要身心信解，不要去怀疑那些众生。他外在的形象，比如说。有些人可能在生活上一时的糊涂做错了事情，但有机会让他悔改的时候，他也会怎么样？会回心转意，会回头是岸，会转恶向善，不断的给众生机会，就是给自己机会。但是那个机会不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无条件的、无智慧的去原谅他，而是要用智慧去引导他，这才是真正的礼敬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再看啊。所以从这个，他到底要怎么样的做到这种程度呢？他说啊，纵然虚空界，虚空界不可禁锢，虚空，虚空能不能？虚空的尽头在哪里？虚空无有尽头，虚空无界啊，不可禁。哦，不可禁锢，我此礼敬呢，也无有穷尽。也就是说，虚空没有尽头，我的愿力礼敬诸佛也没有尽头，不会打折的啦。修行千般般，家己主动拍折吼。咱若去讲买物件，安尼主动要去拍折，但是对家己修行，哪里要去拍折？你对你的修行打折，你就是对你的修道、对你的菩提心给打折了。你对你自己的理想抱负都打折了，你的成就到底又如何具足呢？所以他这里提了：虚空界不可求尽，不可尽，我此礼敬呢，也无有求尽。如是乃至众生界尽。众生界，就是十法界的众生界。众生界尽，
或者众生业尽，或者众生呢这个烦恼尽，我理呢乃尽。所以众生的烦恼尽啊，业尽啊，就是业障都没了，烦恼也都断除了啊，我只理尽才怎么样？他又接着说了，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，我只理尽了、啊、也无有穷尽。换句话说，众生难度尽，烦恼消尽，此世间还有众生，还有一众生未成佛，我们也当不念此一众生尽快成佛，这就是理尽。我们不会去轻视那每一个众生，我们都希望他早日的成就。所以呢，众生业尽乃至众生烦恼尽，我愿才尽。若众生烦恼业都还没有完全断除的时候呢，我只愿力，我只理尽之愿，也没有全尽，没有全尽是不会停止的啦。我们愿力不要只有就停止了下来哦。所以呢，这念念啊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无有间断，不要停止下来。所有不要停止下来，包括我们面对顺境，面对逆境，面对各种不同的考验，都不要忘失了菩提心。也许我们自己有某方面的业障现前，但是你不要去辩论都是谁害的。别说马上来来来，像有些人做错的事情都会那个把光线扫出来。以前有位父亲，他儿子做错事情了，警察找到家里来了，说你儿子啊犯了什么错啦、啊？怎么怎么了？那个父亲呢就跟警察讲，都嘛是某一个孩子把我家的孩子带坏的，我到我见我家判了，还把人传判了。很简单，我看到的都是把转换的机变成这块的。那为什么这样？知见如何？我们的知见呢，必须要非常清楚。所以念念之间不要间断。当我们碰到境界来的时候，当我们碰到境界，尤其碰到逆境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往内观。往内反观自己，我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障碍、现前考验，我想是菩萨给我们一份的功课，给我们一个考题。你今天考得过关，你就成就；你考不过关，你就继续留级。你过得了关，你对你自己的境界都考验不过，你如何去做救度众生啊？你得家己面对着家己的生死，你得把它解出来。你要如何提供地狱和众生平了到生死呀？所以念念之间无可间断，代表是我们碰到境界来了。你是怎么选择的？境界来了，你选择的是什么？境界来，哎呦妈，哎呦妈，上我不能不被安慰啊！为什么我们念念之间会有让一些杂染的心、杂染心跑进来？你没有把根本守护好，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根本守护好，你守护好了，谁也撼动不了你的心。所以礼敬诸佛本身就是戒律，戒指持律就是行持。我们晚上会跟各位讲菩萨戒，我再详细的跟各位谈这个戒律如何跟菩提心如何。那为什么这个礼敬诸佛跟戒律是相关系的？礼敬就是必须做，不可轻视众生，我们必须去完成。所以啊，念念之间啊，无有间断。怎么样的无有间断呢？我们的身与意业无有疲厌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时候说修行了，不要常常把这个
苦啊，或者就是你一旦有疲惫之感啊，疲厌之心啊，疲就是疲惫劳累，厌就是厌倦厌恶，你厌倦厌恶的众生，你就是厌恶了你自己的菩提。所以我们身口意要保持这份的清净心，不管面对怎样的境界，都不会因此而感到疲厌、疲惫。我们在世间上工作，也许累了，我们会休息，但就菩提道上没有休息。你的色身会缓冲，需要休息，你的心念不会因此而休息，所以修行也没有假期。修行人之所以没有假期，就是不能让您的清净心有任何的间断。纵然你在自己的疗法，纵然你在自己独处的时候，您的清净心你依然没有休息。你不能让你的清净心一休息，一休息烦恼心就来了。烦恼心一来就什么身口意又造业了，身口意造业，十业不清净，不清净又堕入了什么三恶道。也许就在这个整个的六道轮回当中来，你看，就这么样的简单的一个观念，就把临近诸佛的意义把它呈现出来，清净心不能休息。所以有些人碰到今天来，嘿，我不爱去啊，我不爱去讲事，我不爱修行啊，我不爱听经啊，上休息。我们的法身慧命就因此损失了。修行绝对不能一气用事，修行绝对不能一气用事。修行也不是在逞强，也不在逞英雄。当我们礼敬一切众生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被看轻的啦，你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人家会很尊重你。这就是礼敬诸佛，一切众生的佛性、清净心，我们都恭敬。这是第一。那再来，他包括来称赞如来，同样的道理，都是怎么净法界、虚空界，我们通通都是一样。这个称赞如来呢，怎么样的称赞？称赞称就是赞美，称赞就是谈同一件事情。我们要念念不忘。过去祖师们也好，我们的师长给我们的恩惠，咱一个人去看嘛，咱的里面拢是咱家己啦。众因缘和是过去人家成就我们。今天我们对佛法会起好妙心，也许你对佛法有很深的造诣，不是你很老很厉害，是佛陀的智慧加持我们，佛陀的德恨庇佑着我们。没有佛陀的说法的智慧，我们今天又如何的能生力精湛？有些人呢、能力很强，我拢家己靠我家己的嘞，我拢不靠别人嘞，我今天我拢家己看得了。阿弥陀佛，千万不可安嘞，狂言狂语啊，傲慢。为什么？当你看到佛陀所说的正言量，你起恭敬心，哎呀，慈悲的佛陀。你的圣能量让我心开一解，让我豁然开悟了。我感恩佛陀对我们的教导，此就是称赞如来。今天你让你成功，不是咱搞，是过去人来机会。今天咱对佛法我都前进，不是咱盖搞，是佛陀的智慧加持我。你不要居功自傲。一个人一旦居功自傲了，傲慢心一起，我慢如高山，绝对障碍你的修行。因此，称赞如来就是降服我们的慢心。礼敬诸佛呢？刚才的礼敬诸佛是什么？尊敬他人，每一个众生的清净心，我们恭敬。称赞如来是降服我们的慢心。我记得。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位同学，他能力成绩非常的好，他的记忆也很强。我们在读国中的时候，有一位同学能力超强，这个
老师一上课一下课，他的作业都写好了。他真的是读书真的是很厉害。我那时候读国中的时候，我第一堂课绝对是在睡觉的，因为不贴啦，一点是先度过。那只要骑脚踏车，可是我那一位同学，他记忆可好，数学啦、物理啊，哇，真的我都很羡慕，我很羡慕他。哇，他怎么那么会读书啊？他高中考试的时候，他也考到非常好的高中。我们觉得他考上这么好的高中，也是他的能力。结果第一学期都没有读完就被退学了。就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很纳闷，这么会读书，当时也很乖啊，怎么上了这么好的高中，怎么不到一学期就被退学了？就因为怎么样？后来有跟他见过面了，跟他互动了解之下，他也自己也因为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训之后，他自己承认当时他那个太过了那样自大傲慢。那就惹来很多人对他的一个所谓的不友善，他也瞧不起别人。当时啊，就跟人家结了很多恶缘。那一节上课，有人就常常跟人家打架闹事。学校当时这人，纵然很会读书，比常常打架闹事，一次原谅，两次原谅，第三次就退学了。结果到最后，他连高中都读不毕业。那到现在，满几颗绿瘤啊！当时我们觉得他应该将来会很有成就的，为什么？最后的选择，最后的不是最后的选择，最后的结果，跟我们当时所认为的，竟然差距这么大。同时，我们当时有一位同学，他成绩很差。那所谓成绩差，但是他品行很好。结果人家后来考上了很好的大学，现在在当教授。他就是觉得，哎呦，刚才阿兔阿兔的，竟然遐搞的，他不输的。谁成就了他？自己成就了自己。所以我们在称赞如来，我们在降伏慢心。我们要时常把三宝恩师长恩永远记在心上。你就是在称赞如来，你就是在称赞如来。那第三个呢？这后面谈的那个净法界、虚空界，这都一样的。那第三个呢，要谈到这个所谓的广修供养。我们看到第三个广修供养，说第三个呢，我说他说呢，这个对善男子呢，谈这个广修供养，广就是众多，只要有能力去修福修慧，只要能利益众生的，你不要去讨价还价啦。所以能够利益众生，是能够对治他的烦恼习气的，不是长养他的欲望的。有些人把对物质众生的长养欲望，把它当成是在对治他的烦恼，那是不一样的境界。所以我们要对治的是烦恼，所以广修供养。我们在僧团的供养就是四时供养，饮食、衣服、医药物品。所以像有些身重啊，假如身体不适啊，需要有医疗上的，我们给他做一个护持布施，你当下就是一个对四时供养、对三宝供养一个最恭敬的一个虔诚的一个供养者。饮食，僧团的饮食，煮东西给大家吃，这个吃啊，饮食啊，
不是只是要他吃饱，我们是透过饮食教育的众生。当我们能够饮食，我们吃饱了，我们有体力了，我们是要修行的。所以就在佛教里修行了，吃饱有体力，有体力是要让你修行的，不是要让你走下去的。所以要广修供养，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有谈到，要广修供养才能够上品上身。你要上品，有三辈往生，上辈、中辈往下辈，要上品下身，乃至到上品上身，不可缺的就是广修供养。你那个供养求个强，要一个怎么样，成不了佛啊？一小鼻子、小眼睛的，妈呀，搞计较、搞乾坤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位佛菩萨的成就呢？是因为怎么样？小气鬼都成就的。小气我们都称他为鬼，就是小气鬼，喝凉水，喝了凉水变魔鬼。以前读书就这样念嘛、啊，小气鬼喝凉水，喝了凉水变魔鬼，因为他汽水不让我喝啊。我们就骂他：“你小气鬼，喝凉水，你喝了凉水变魔鬼。”刚才看到了你没电，还真有意思。你不过一个凉水，你都不肯布施的，你想要成就什么佛道？你看菩萨怎么样供养？身口意的供养，那种护持的心啊，你真的很难想象。那干嘛咱得做未到啊？一见到这，伊安尼翘翘翘，安尼翘翘，都是要来护持三宝。我前几天带我的僧众去参，去欣赏，要跟一些菩萨要去参观他的工厂，我们就跟他赞叹：“哇，你好棒哦！哇，能够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事业。”他当下连思考都没思考，他马上反应了。修行较好啦，当下愣住了。所以愣住是说，真的是真正是要修行的啦。阿伟来讲，嘿呀、啊，好，我这一个月赚偌济钱嘞，偌济拄偌济，伊感觉世间再佫较济，就抵袂过修行。我当下对他很感恭敬，我说你真是大菩萨。我讲讲哇，你安尼修行做到这样，哇，修行这么大。他根本就不听这个，伊讲讲说修行啊，这个修行啊。但是他讲这句不代表他没休息，他有在休息，他有在用功。但是他有提到，他因为有众多的因缘，他要成就很多人、很多家庭，被关干安尼安尼安尼一两万的爱维持，但是他。都把工厂的工作当成修行，广修供养，不厌恶这种事。是啊，那对心灵啊，那你得来给点心，那供修久用。摸一个包的物件，还要送人，还好家己留咧食尔。哎呦，还送送较歹。你这样叫起分别心啊？分别什么？你都知道的啊，你懂的，你在舍，你的舍是不能成就啊。慈悲喜舍，哪一个最难成就？舍是最难成就。好多东西要送人家容不容易？啊，这困难的。好的呢，汤啊，先吃一只，好啊，吃一只，你吃好了。以前呢，这小孩子在小学的时候，那看人家在吃冰淇淋，他们在那个他们家在狂。你喜欢讲，那我们是用哪家店的？你把我家的算了，你个不记得对没错，我跟你讲。我那时候心里想，怎么会这样、啊？你把我家的算了，你还会这样呢？有些年纪比我大的嘛，那我们就一起去整开，一块还几呀？啊，看完钱，就看完钱，啊，土又割过来，啊，咸钱，啊，来算算算着啦，啊，就要食咸钱吼。哎，就长得较细啊，就较大，哎，就是要食，不要食西装。你食？
伊叫我小毒鬼，我嘛看袂着。阿弥陀，这样的心他怎么成佛啊？我说，我没想得好，我比如卖看得好，我就离开而已啊。哎，当初我细汉，我外号我叫狂龙，那狂狂那个欺负，我卖食你阿不错。他以为会因此而安尼安尼，好像搞聪明的，结果不受影响。我卖食得好啊，很简单的那种，卖食得好，不会卖食该受就该受哈，不会啊，卖食得好啊。那个念头把它断了就好。所以那个广修供养是你对一切众生你能舍，那个舍啊，舍念清净，参入四禅。为什么？佛陀在从初禅到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乃至到非想非想处定，从初禅定到最高的非想非想处定，然后再退回到初禅，再进到四禅而入涅槃的舍念清净，我们称为正禅定。我们八字道当中，我们要谈我们这个谈的这个正定，此定舍念清净才是平等心。所以广修供养就是要平等，平等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平等心。再来，这忏悔业障，当我们礼敬诸佛啦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的当下，我们多忏悔业障。为什么要忏悔业障？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除非你是愿意来的，啊，不你来开始忏，你尽要我烦恼，你哪烦恼？你就要承认你自己。还有很多的业障，你去忏悔。忏悔什么业障？六根门前的执着。六根门前的执着。仅提供配套感。比仙魂都进行，未成佛道。只要还有一丝丝的烦恼、苦恼，我们都忏悔清净。你别以为我们现在的想法都很正确啊。不断的当，不断的修忏悔，多修忏悔。为什么要忏悔？为什么？我又没有犯什么错，为什么要忏悔？这个忏悔业障本身就是起惭愧心，你没有惭愧心的，你成不了佛道。所以忏悔业障当下是要具足我们的惭愧心。有惭有愧是我们的心所当中的两大善心所，其他的都是恶的，不好的。整个的意念当中啊，很多的种子啊，这个我们的心所就是在这个脑海中的物件，坏啊，坏的细胞比较多，好的细胞就两个，善惭跟愧。有惭有愧才能入佛道，忏悔业障就是要让我们起惭愧心。我今天的心很这样吗？这样你要我都记住得佛法的地惭愧的，我不管，我不愿任何人惭愧，那才是惭愧的。人与人之间相加比较，像我当时到台北一个道场去，哇，人家都说那个空降部队来了，哇，对我就百般的刁难。那我就去跟他们谈，不要这样刁难我啦！我只要在这里的一天了，你们也会好好的待住了，不要互相刁难，你刁难我对你没什么好处啊！啊，他说你哪卖来哦？今仔日哦，做起事我咧做着，他跟他做老板来讲讲出真话啊！因为咱出人头无当做主持啊，所以就对咱亲分啊。但是伊毋是，伊亲分是你，你讲你也出人就歹做。还是对不起，我老王来比较拿好你啊，来客气我，我跟你唱，但是我们一起来成就佛事，不要互相的敌我。我惭愧我自己能力不足，也许让你起烦恼了。那希望你就多包容，他慢慢的缓和了。人与人之间就很怕什么？彼此互相的攻击，你就是没有忏悔，你的念头已经起不善念了，你还容许他滋养，
那我们 当下就要赶快怎么样，要把它忏除清净，忏悔清净，不能让那个不好的念头起作用，就是那个坏的细胞啊，不能让它一直潜藏在我们的体内，让它起作用，会固然病会生理一样，来个生拍命啊。当你的心所当中的恶心所一旦的让它起作用，你的善心所就被吃掉了，你的惭愧心被吃掉了，你马上就丢了嘛，那个感觉是点到。我们比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这样，因为你的惭愧心被腐蚀掉了，惭愧心一旦被腐蚀掉了，何时能成佛道？要修禅定，要依惭愧心，依惭愧心而修忏悔，依忏悔而入禅定，这是不二法。没有一个说我要修禅定要入禅定，但是我不修忏悔，很难啊。你要入禅定，你要得成你的忏悔业障，所以要多忏悔业障。所以忏悔业障当下呢，我们的惭愧心具足，你的惭愧心，它就是我们成就佛道的营养分，营养素啊，营养素。这个惭愧的营养素，它会让你具足很多的福报。什么样的福报？什么样的一个福报？是惭愧心的福报，会启动了您的善心所，会启动您的慈悲心。这像我们太印光大师所说的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有一人十世凡夫。他很惭愧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有一人十世凡夫，因为每一个都是他的老师，他不敢轻视。所以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有一人十世凡夫，果能以此修行，必能成佛道。你不要把自己认为我就是菩萨，你拢凡夫。为了谁？我是菩萨，汝等是凡夫，那绝对是罪过。尔等皆是菩萨，我是凡夫，我向你们学习，忏悔业障，使得必当成就佛道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对。假如你一旦认为我能力很强，我能力很强，不要这样子。接着我们要学习功德。何以随喜功德？随顺他的功德，随喜这个习咒，随顺他要同事利息，菩萨的四摄法当中的同事加利息跟利息。我们随喜他开始用功要成就佛道，我随喜此功德。好，怎么样的随喜？有两种。第一个，假如有人来请求你说啊，我要成就什么样的佛事，我要办什么样的教育，请你来帮忙，让你各方面的一点具足，你随喜，就是我愿意帮忙。就像今天我们提请了这个两位法师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师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开学典礼，他们有一接到讯息，本来都很忙，但是他们要随喜功德，他们随喜了，我就供养布施嘛 ，OK。他们除了随喜嘛，持因缘。你人家来请，那你知道了，那你会前两步子，这才叫做随喜。那那种是怎么样？虽然他没有来请，但是你知道此功德是殊胜的，而且是能利益众生，我主动前往，也叫做随喜。有些人阿难过来千万拜呀，菩萨不能这样。此随喜是人家来请，你也因缘具足，你前往，除非有特殊因缘。这我们在讲菩萨戒，会再跟各位谈。人家来请，你也知道，你也有能力。假如你知道也有能力，你不愿意护持，你不单单犯了菩萨戒，你也犯了随喜功德。这个故事，你没有去完成他的故事。
有些人不随喜就算了，还要诽谤啊，这个不路用，这个不好，无采钱，无采工，得无用的。你讲造业，造心欠你三业。纵然此世间此活动能利益众生，也是功德啊。功德不分大小，只论用心，是不是？功德是在于你用心用功多少，功德成就多少。所以随喜功德，应当如此。只要所做是善事，所做是善法，你知道你就去成就它。无论是佛事，是慈善事，是教育，能利益众生者，我们当随喜。那有些人的随喜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随喜，除了我们没有办法亲自参加，有些人会才得随喜，有些是力量的随喜。但是所有的一个随喜都是认同这件事情，而且我们给予他支持，给予他力量，这就是所有的随喜。那更为简单的来讲，你不要去脏了，不要去诽谤，就是随喜。比如说有人平常很少在大殿用功，突然这几天很用功，你也是随喜的，那你还该给谁？那当下的心是善念就好，你就随喜他。啊，他平常啊，都没有在念佛号的，今天突然都念佛了，也许他有境界来，但是他念佛的心是真，你就随喜，不要去障碍他。此随喜是真实的。所以来到什么？随喜功夫。再来到什么？勤转法。什么叫勤转法？此道场有人愿意弘法，我们要让这个法轮转动。勤转就是要转动法轮，不要让这个功课，不要让修行的功课停止下来。道场的运作，我们千万不能疏忽怠慢。大概前两三个月，有菩萨打电话来，弥勒法师啊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，有什么问题？我听人讲你盖过五戒律吗？发生什么事？听说你已经连早晚课都没有在做了。你讲，我实际上，听说你们连社啊，早晚课都没有在做啊，我们不能做站课啊，你想我们不能做站课啊？阿弥陀佛，有啦，有他妈的讲啊，我们连社不能做站课啊。光是有些人没有起来做早晚课，还是连社没有在做早晚课，你讲把话讲清楚。大概三个月前，过年前，只是兴师问罪啊。他说你忙没有起来监督什么事，就说你怎么可以让你的连社的不做早晚课呢？我说这种事你不可能发生，也没有。我跟他讲不可能啊，有人说吗？我说啊，我要菩萨不会作意的，应该是有某些人，也许某方面的，也许他病缘故，也许他请假故，没有起来做早晚课，不是我们全颜色没有做早晚课，你千万莫把他误会啊。他说你等我五分钟，我查证一下，去查证一下，师傅对不起啦。我刚刚表达错了啦，也不是说你们的家，也是说其他的所在。我说这样啦，这样我都倒一下来。我也没有说，我就一笑置之啊。我回该睡前真的了。有没有不是为了自己？我们要所谓的勤转法，就是道场运作，你要让它顺。就是勤转法轮，道场运作让它顺，不要去障碍。那请佛住持就是有弘法的法师，有请佛住持，就是觉者，能为我们说法者，我们当然要恭敬。
你连上帝是在你面前，你都不愿意去接近他，去接近他，你说你会请佛祖是吗？不会的。请佛祖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释迦牟尼佛常住在世而已啊？是善知识在你现前的当下，你愿意接近他，就是请佛祖师。为什么？我愿意接近善知识来请求佛法的加持，是名为请佛祖师。你连善知识你都要远离了，你连善知识你都不亲近了，如何请佛祖师？我说这个道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，这样的一个观点。所以请佛祖师善知识给我们教导之后，我们怎么样？要常学佛学，善知识如是教导，我们当如是学习。你就是常，就是时常随时在佛陀身边的一个修行者，就是常学佛学。那个常学佛学之后呢，你能够恒顺众生，恒顺着众生之根器而给予他对治烦恼的方法。恒顺不是主宰，就是随便众生怎么样的生意的病得病啊，不是的，是恒顺是随顺众生的根器而去教导他，去教化他。因你何生得度，即现何生，也会说。所以你会用众生所需要的方式去度他，而不是你喜欢的方式去度他。你爱讲硬币代表台，我爱讲硬啊。你说你做好吃，有人就不使吃，吃了会长就气啦，就不赢。要看情况，将身苦效各有他各自的因缘，不是依你所习惯的，是要跟众生需要的。那恒顺众生之后，才能够转入怎么样？普皆回向，普皆回向，普就是普遍的，皆就是全部。普遍的让所有的功德都回向净土，什么样的净土？菩提心是净土，菩提心是净土，才叫做普皆回向。所以我们从礼敬诸佛乃至普皆回向，都是菩提心所串联起来的。所以《华严经》才讲了这么重要的句话：妄思菩提心，修一切善法，皆为魔。所以我们不忘是菩提心，而能够时常的从尽虚空遍法界乃至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愿成全，我的愿力也不会停止下来。我相信这不是只有普贤菩萨的愿力，是我们在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要讲一生自愿成佛道，我们一生自愿成佛道，不可妥协的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都是为成佛来，为法而来。再大的考验，再大的困难，我们要问问自己：你有没有身心性解？你既然已经身心性解，你何以要退失？所以你不退是菩提心，你要从礼敬诸佛乃至到普皆回向，你一一的落实，一一的进行，你天天保持你身清净、语清净、意清净、三业清净，当下即是佛。你不在造业的当下，你就是朝向解脱道。你今天不造业，你今天就朝向解脱道。什么叫不造业？连起心动念都是善法。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需要的。所以这个普贤十大愿，从礼敬诸佛这一直到普皆回向，每一愿的愿力都是串联起来。所以你行持礼敬诸佛，同时也行持到称赞如来，乃至到普皆回向，同时进行的，是同时在进行，不是切割式的，不是切一块一块的。我现在修的是礼敬诸佛，不是。你当下修礼敬诸佛，同时也修称赞如来，也称广修供养，乃至忏悔业障、随喜功德，乃至勤转法轮、请佛住持、恒顺众生，这常学佛学，然后恒顺众生、普皆回向，同时净土。因为我们是普贤菩萨，恒愿我们要必须这样的进行，必须这样的做。好，那时间的关系呢，也简要的跟各位在开学的第一天
你随时到院来供养，来分享。也希望我们将来啊，我们获得学习佛法的过程啊，我们都意念做今天的普贤行十大愿，我们勉励自己，能够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一佛我当恭敬，一一法一一生我都恭敬供养，乃至普救回向，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回向净土，共成佛法。祝各位谢谢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和尚之臣禀问讯。